参加实境节目的明星啊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去年诞生了45个节目，拍摄总时长长达数千个小时，这么长哎！哎，像我这样子啊，边摇奶昔边主持节目，我才明白斜杠没有那么简单。这谁叫的饮料啊？攻读生，攻读生呢？午餐啊，去认识病，我们挺起了胸膛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我们勇敢往前闯。午餐啊，去认识病，我们挺起了胸膛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我们勇敢往前闯。干嘞啊！欢迎光临。做一个泡这么难啊？我是跟你说没那么简单吧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哦，好啊。好，口诀：嘟进去，急；嘟进去，急。欢迎光临。帅哥，今天想要什么发型？我想要剪一个红毯地帅的发型。加班。哦，我知道，你也想剪金钟地帅的发型，对不对？金航你好，我跟做泡芙一样难。好了没啊？好了没啊？好了没？好了啊？好了没啊？快点啊！哎、欸，少年呢？你现在在不溜标不溜标？哼，我没 case。光当明星就很忙了，各位明星们，为什么你们还要拍实境秀整自己啊？哦，谢谢。因为我们想要给观众更多优质的选择，是吧，阿福利？欢迎光临，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耍废岛，你们知道耍废岛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赶快到跳水的地方，这样才有收视率。带什么东西外场？有人点50杯奶昔，50杯奶昔。请马上出餐。参加实境节目的明星啊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去年诞生了45个节目，拍摄总时长长达数千个小时，这么长哎！哎，像我这样子啊，边摇奶昔边主持节目，我才明白斜杠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实境节目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来点掌声？哒啦哒啦，这谁叫的饮料啊？攻读生，攻读生呢？午餐啊，去认识病，我们挺起了胸膛。决胜于千里之外，我们勇敢往前闯。不战而屈，认识病，我们挺起了胸膛。决胜于千里之外，我们勇敢往前闯。干嘞啊嘞！轻松，五八，给我你们。
到这里吃呀，今晚我想要来去呀。卖点也顺便晚餐，下戏再升起萤火，打上。
有效果，显得特别灿烂，就是比较麻烦，胸还满也不会随便换班，原本只是在电视见过面，别玩猫聊过天，送给五金却因为一条线路跑妈妈秀 party， 一个不同的人事物，不同世界展现人之初，不仅都是为了生活，相信我在内心都说着可吃苦，再变明仔载价格来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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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献给幕后拼搏的兄弟姐妹们，明仔载价格来意，献给台前卖命的艺人朋友们，明仔载价格来意，献给让我们可以说这些话的金钟奖，明仔载价格来意，谢谢收看资源出租公司，谢谢我们卓越虎圈。